讲到神的荣耀，大家就精神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荣耀很棒嘛，对不对？像什么是神的荣耀，弟兄姐妹？闪亮闪亮发光光，对不对？唱歌的时候，哇，眼泪流，哇，大家多感动，是吗？唱歌歌舞升华嘛，啊，侍奉人员人才济济，还是满满的祭物奉献袋，满满都是钱，是吗？大发热心的信徒，是吗？上帝的荣耀，约翰福音一共28节记录荣耀这个字。当约翰讲到荣耀的时候，他是有一个的目的的。他讲说为了神的荣耀，因为要神的儿子要得荣耀，得什么荣耀？就是上十字架了。约翰福音里面的荣耀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，他是在讲死，是为耶稣而死。圣经确实是这样讲。今天信耶稣不是一个只是哦，信了我心里开心，我平安，我高兴。他信耶稣是要付代价，要为主殉道，就是死。